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7号，这样今天呢大家看到了，期指、恒指突然间爆升了，差不多去到是600几、这个是500几点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中间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，这个大家细心去 check 就可以了。那个红证的集中区在28,800点。今天呢期指最高上到20,790几点，就差紧个10多点，不到这个红证的最大的集中区。